41岁柳岩化身月下美人，躺沙堆中拍照太诱惑，一双美腿又细又直。近日，柳岩在社交平台上面晒出一组杂志大片，柳岩化身月下美人，对着镜头毫不掩饰展现出自己的曼妙身姿，浑身散发着诱惑。其实，在柳岩身上一直都绕不开一个标签，那就是性感。最初凭借火辣性感的身材而走红之后，柳岩便一直出演一些性感的角色，网友们也是称呼柳岩为性感女神。但因为性感，柳岩也饱受非议，性感标签让她爆火，却也让人再也看不到她的努力和演技。柳岩心底的那股劲儿让她一直尝试转型，希望成为一个可以不被任何人调戏的柳岩。从柳岩的作品中也能看得出，她确实在努力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。受益人中的岳苗苗有些时候似乎也有柳岩的影子，直播卸妆，讲出真实年龄，卸下自己的伪装，展示出最真实的自己，这也正是柳岩想做的事情。为了改变大家心中已经固化的印象，柳岩做出了很多的努力。但其实，性感并没有错，错的只是低俗的看客和不正确的观念。现在的柳岩也变得越来越自信，大大方方地展示自己的性感，不在乎别人的看法。